好不一定要出家。我们还刚到啊。到哪里走了？坐了几个月的时候，是不是近期的一些？明天是不是怕有时间在云南？好不好？在云南上面。那是经常来这里吃吗？也不是，一年来一次。从哪来的？从大陆过来的。大陆哪里？这个要辣椒。对，这个要辣椒的。对。所以每次来都一定要吃咖喱猪肝。对啊，因为开会嘛，然后有一天休息回来大三八逛逛，在这里肯定来吃。Double price, you're that? Just normal price. Thank you.